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。我们来折一款战斗飞机。你需要用到一张长方形的纸，长宽比没有严格的规定。我用的纸宽 7.5， 长12厘米。首先两个长边对折，展开。两个窄边对折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从这个点到上面的角，然后这个边折向外侧的边。然后展开，竖立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把它压平。然后这一侧也一样，翻到背面，把外侧的角折向里面，然后把它对折。这样一款战斗机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这是另一款折纸飞机，超级海上喷火战斗机。